中国现在说有发现海底间谍的装置，我发现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最近持续都有一些发文，有一些讯息都透露出来，都是专指间谍，抓间谍，现在是抓到海里面去了嘛，说有海底间谍装置指引外国潜艇的方向，说在海面上深海处有发现包括能引导外国潜艇通过的水下灯塔，他们发现隐藏在海底的装置能发回能够预设战争场域的讯息，而且还提到了南海。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装置，老师？一般来讲啊，我们的潜舰，如果你的水文资料掌握的没有办法很落实，因为有些地方美国它的或者日本的船舰它进不来，也就是说即使它的科研船也进不来，它对你的水域的底下的水文资料它掌握的就不确实了，它也没有把握。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他们的潜舰的航行通常都会有一些风险，例如说前段时间各位观众朋友您有看到，就是美国的一艘核动力的航母在南海，结果是到底是触礁还是被什么样的人工的建筑放上去然后所撞到，因为它的撞击力之强大迫使这一艘这个核动力的航母它必须要浮上水面来，这撞击力很大。航母基本上是好几层的保护，它不是只有一层，那你想对美国人来说的话，他如果水文资料掌握不落实，或者是掌握的不准确，或者是有人工的特意的那些装置放在底下，然后他的潜舰一撞他就毁了，他就浮上，浮上来就是没有战斗力，就是任人宰割的意思，只是说因为现在没有战争了，在这个情形下，那你想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果能够买通中国的一些人员，或者是由邻近的国家帮他去装一些引导潜舰航行的一些路灯，也就是说能够放出一些讯号，能够让他的潜舰接收到以后，然后知道说他可以怎么航行，然后可以避开中国大陆的这些侦察，那这样的话这个就很有军事价值。而且他其实这些外国的船舰他不来没关系，但他如果是真的因为有这个水下灯塔的引领而到了中国的海域，好，为他们在指引方向的话，这当然就不行，那不得了，就会被视为水下的间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是战略型的潜舰，它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潜伏在这个地方，就潜伏在一个你无法找到的地方，或是不容易发现的地方，那它当它要进行攻击的时候，它就在进入战斗位置它就开始发射导弹，那这个时候你基本上是很难防那个房子的。我们一般来讲潜舰战当然观众朋友大部分所看到的听到的那是水面上，就是说有反潜机啦，或者是说水面战舰发现有潜舰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能透过深水炸弹然后去攻击，可是海军的他们都知道，尤其是潜舰兵他们知道潜舰战最多的还是潜舰对潜舰，而潜舰对潜舰最胜算最大的就是埋伏战，埋伏战就是你必须要潜伏在你所设定的目标而地方对方不容易发现的，这个时候如果有对方的这些情报人员或是有些出卖国家人帮你去设定一些标志，你就再把它把你的潜舰藏在那里，那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所以国安部门的这样的一个破获就代表什么呢？这一段时间国安部门发现美国渗透到中国大陆的力量不少，所以他是全方位的那么再去做清理间谍的这个工作，那也有可能是美国的情报人员或是日本，您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澳大利亚的就在这个琉球群岛那个地方，他们就故意停在那里，当时中国就故意放，他们指控中国放声呐，那其实就代表什么？澳大利亚的潜舰的一些水底下的特种部队他们进入水底下然后在那个地方放装置，所以很有可能是澳大利亚的间谍所作。外国人到了印度其实有很多地方也真觉得很不一样，你比方说你可能在路边你就看到会有一些比较不文明的行为啊，比方说民众怎么会吐口水对着食物吐，这什么道理呢？印度的北方还有两个邦要推法令，对在食物上吐口水的行为处以罚款或甚至最高把你关10年，当地的官员还说这严法是必要的，
防止不卫生的行为，就有专家说这法律的效果可能还会被用来抹黑特定的群体呢。就印度时报甚至也报道说，印度有厨师在婚宴做饭就被拍到向食物吐口水，奇怪了，到底为什么这么做，结果还是被警察给逮捕了。类似像这样不明文明的这个举动是真的是很普遍的吗？你有听过你阿公那个时代阿公觉得口水可以消毒啊，你没听过吗？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没有。你那时候受伤的时候直接拿嘴巴舔阿公啊。我跟你讲这个，哎呀，印度啊，哎呦，印度奇人怪事多嘞。哦，这个也还有随地大小便啊，嗯，这非常明显。是，我跟你讲，我那天看到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英国都有一堆印度移民嘛，我看到的人是加拿大。那最近加拿大移民大概有40%以上都是印度人。哦，这么多了。对，那我因为他们就是真的要移民，所以什么学校都念，都是大部分都是留学去的。哦，是。啊，就是一个拉一个，然后让你就开始就业这样。这样子。那就容易落地了。那事实上他们的阶级都不高了。是。哦，那结果就在加拿大看到一堆人，也不是一堆人啊，就是。就看到了个别人就随地大小便。哦，加拿大哦，在加拿大不是印度哦，加拿大哦。嗯，哇，就是他把他的优良的习惯带去了。优良，不，所以印度，不，印度很特殊的国家啦。是是是，那个时候新冠刚开始，人家莫迪还很诚心的送了川普礼物，你忘记了？是，对不对？都是牛大便跟牛尿做的药啊，那他们是真的真的吃啊，是，可能跟他的这样吃了以后就百毒不侵，也有这种料理啊，可能跟他的饮食习惯有关吧，因为用咖喱哦，只要有一些食物有味道或变味的或坏掉，咖喱一加味道没有了。哎，所以他这样子，他吐口水或者脚在那边踩啊，手在那边揉啊，你也无法发现，你闻不出来，你就是咖喱味道，你怎么闻得出来？所以汗你往里面滴也没关系，反正你因为咖喱一咖喱遮百味嘛，你然后吃了，然后不见者，哇，我们这样子不眼不见为净啊，你这样没看到就好了。你这样讲到最后，有时候还有因为吃饭，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因为很多人就传这些影片给我，这样子。对，这个印度在做这些，在当地一定是这个样啦，到海外就不一定了。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